Hello，今天是2021年的不是22年的啊，1月4号啊，今天礼拜二啊。然后现在是温度是0度，但是还是冷，这算是真正的冬天就来了啊，真正的冬天。之后的温度基本上都是维持在零下左右的，体感温度0.3度。现在时间是12:55，跟之前的时间差不多啊，总是这个点出来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哎呀，这个日子又得我操！今天还行啊，没有不是特别堵，30分钟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再搬回长岛，这样的话省了这个是吧来回里程的。但是我这两天得找一个地方把我的那个机油给换了，我一下子这几天弄得我自己忙得没有换机油了。刹车皮、刹车片估计也要换了，哎呀，都他妈是钱呐！看没有，你这个东西车号在这儿，你得换这些东西是吧？1-2个月你得换这些东西，都是很麻烦的事儿。噔噔，哎，因为我没开过那种啊，像特斯拉这样的那个电动车，我不知道电动车要不要换这个东西。如果不用换的话，我觉得我第二辆车我应该会去买一辆电动车，省得去换这些东西了呀，多麻烦呢，换这些东西。但是说实话啊，3-5年之内，这个电车这个想取代这种这个燃油车呀，还这个趋势，这个还是不是特别，就是这种速度不可能会太大，因为这个电车它的很多配套设施它没有跟上。但是未来这个10年到20年之内呢，电车取代燃油车，这肯定是个大的趋势了，毫无疑问了啊，毫无疑问是个大的趋势了。我得把这个。把那个气给打开，把那个暖风打开，要不然我操！哎呀，但是在3-5年之内，起码你在你的第二辆车、第三辆车，有可能会过渡到这种油电混合的车啊。但是如果是你全部只有一辆车的话，肯定首选绝对不会是燃油车，不，绝对不会是电动车啊。你第二辆车或者第三辆车的话，可能会选择电动车啊作为备选。但是如果你拿电动车当主力的话，我感觉这个很够呛啊。人家说，哎呀，配套设施都有了呀，充电桩、充电站，不是那样。很多东西它还没有发展到位，你知道吗？它没有感觉到和燃油车相比它的优势啊，除了环保之外呢，其他方面呢我没有感觉到很大的优势。相反，有些零件呐、什么东西，像这个装配啊，还没有燃油车方便，价位还没有燃油车便宜。哎呀，今天早上喝了一碗那个油乎乎的汤，哎呀，把我嗓子给呼的吧，现在都有点难受了。噔，今天礼拜二，哎。讲点什么呢？今天礼拜二啊，得上高速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我今天是约了一个人看房子的，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消息。其实他那个一次有3个房子租吧，我就有点担心人太多了，是吧？早上你上个厕所呀、煮个饭呢，你都得抢，都得安排时间，很麻烦。哎，不亲近。那个地下室我看的挺好的，哎，但是就不能停车，你知道吗？他本身房主就有2辆车还是3辆车。他前面那个晚上不能11点之后不能停车，必须得挪到后边吧，早上8点又不能停，哎呦，所以说那个区域还算是一个商业区，算是那个县政府的一个中心地带，所以那个停车难还是成了问题了。哎呀，不过没事，慢慢的来吧，还有1-2个星期呢，应该找房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吧？特别是一个人的房子，好找是好找一点。昨天那个。说下雪没下雪，哎，今天大晴天，今天的晴天好吗？相当不错吧，是吧？蓝天的白云没有白云，这是正儿八经的晴天啊，没有白云的晴天。哎呀，这个看一下日子啊，4号，礼拜二，哎，差不多1-2个星期我就应该要搬了，不搬不行了，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，人家房东已经下来，已经说了，哎呀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能给我确定时间吗？是吧？我这个好把广告打出去啊，是之类的。然后，哎呦！你想问是，想问这是还不来我的床上。昨天很烂啊，昨天太烂了。昨天礼拜一节后的礼拜一，哎呦，那个烂的单子有没有？有，反正都是几块钱的单子，知道吗？特别烂。昨天稀饭都没喝着，哎，昨天那个夕阳之下，在那里喝西北风，你知道吧？夕阳之下喝西北风，有没有看到我昨天的夕阳？可能没有几个人看到我昨天的夕阳。哎呀，最近身体也不是特别舒服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着呢，我这最近记忆力又不太好了，我操，最近很多事我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人呐，不提醒一下，真是想不起来。为什么这些人要配个秘书是吧？要配个助理是吧？很多事啊，想不起来了。当然了，人家事多，咱们事少也想不起来了，说明你的身体出现问题了。哎呀，出现问题就是弯的是吧？有钱治病，没钱扛着。这是今天的晚霞，哎，有将近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、四道、五道这个飞机拉的这个尾烟哦，你没看到这个尾烟？有拉的这个尾烟，非常漂亮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要过马路，我过不了马路了，哎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往这边走，那就往这边走吧。我可以每天拍拍晚霞，晚霞很漂亮。哦，我说我镜头飙到天上去了，原来镜头一直在天上飘着，不对呀，感觉，哦。正好这个飞机，这个飞过去的这个尾烟一直在这个天上，哎呀，为什么感觉曝光就特别严重？为什么感觉运动起来曝光就特别严重？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这样是不是会漂亮一点？这个没办法呀，我这个曝光，哎呀，为什么说这个机器拍不了晚上？就这个样子，我一直在调这个曝光，我也没办法调，我在开车。其实，你看现在又开始爆了，稍微我调暗一下，它会好一点点。还是有点爆哈，对不对？还是有点爆，没办法。如果是拍静态的还 OK 了，但是现在在行车当中，有没有办法拍这种动态的？没办法拍。哎，这样静态的会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我车一动的话，它这个光线又会有变化。所以说还是动态的不行，所以说大疆你要努力啊，把这个动态搞定哦。啊，今天的晚霞到此结束，然后明天我们再来，拜拜。